岁末法清关怀，静思精舍两位法师走访新北市汐止的环保站，送上满满祝福。和善，祝贺你平安吉祥哈！啊，边做边念佛哈，还是背经文，感恩你哦。好，师傅你好。88岁的林长平，2年前罹患社护腺癌，从此卧病在床。静思精舍德明法师代表上人在病榻前给予鼓励。时间总是会过，吼，啊，你要有耐心嘛，吼，要有耐心吼。慈济志工李清芬4年前因为扁桃腺癌中断志工工作，这几年身体状况没有再恶化，但因治疗副作用，想重新做志工困难重重。很爱你们，我都很爱你，但是我没办法。有时候想一想，真的很无力，病痛真的没办法。两老相依的廖顺德和林凤炼，先生二度中风，太太罹患肺腺癌，夫妻俩现在的心愿都是能赶紧重回菩萨道。你健康就好啊，今晚什么都唔免。好了，我当然。啊，你好了，要创啥？要做环保啊。带着上人的关怀陪伴法亲，期许他们勇敢度过人生难关，早日重回慈济大家庭。大爱新闻郑胜美志工台北综合报道。